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二零二三年一月九号，礼拜一。我是张延廷，呃，目前是国立清华大学的荣誉讲座教授，然后是空军中将退伍。那今天来跟大家来讨论四个主题。第一个是攻击绕台，呃，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因为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呢、啊。 还如火如荼，我认为中国大陆啊，目前要做四件事情，刚好利用这個最佳的时机，而且综合的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经济指数已经到达美国的百分之七十八，我判断在二零二三年会抛超过百分之八十，在这个状况下，我认为中国大陆要有四件事情要来努力，要来突破，要来成就未来的历史上的记录。 啊、哦，那第一个，我们现在探讨共济扰台。共济扰台、這個，这个这张图非常的清楚呃，一共七种的机型，不同的在台湾的这个西北的空域啊、呃，也包括台南、台湾的西南的空域，还包括穿越巴士海峡到台湾，这个是南屿在这个地方，呃，在台湾的东南空域去了，换句话对台湾形成了三面包围，呃，北南，还有它台湾的南部，北中。 南部只有台湾中部这个地，台湾东部花莲跟台东以南这个地区啊，这個、没有之外啊，先前三三面的包围，这个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黑色的这个三个线，这边一个黑色的三个线，啊、呃，这个是 BZK 洞洞洞洞三 BZK 洞洞五的这个系列，你看在飞行，啊，这是无人机，这个侦察跟打击一体的无人机，高空无人机啊，长城的无人机都在这个地方，包含北部，包含中部，包含南部，啊。 换交这个地方，总共在台湾周边的总共有五十七架次，但是有二十八架次是台进入台湾的，跟中国大陆的海峡中线以东的区域而进入这个空域来活动了，也包括这两个，就是这是轰这个绿色的是轰六轰炸机，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这个日期，这是一月八号到一月九号的这个早上动六十，这是中原标准时间。 啊，非常的清楚，七个机型，所以中共叫做联多兵种、多机种联合战备警巡。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有几个这个联合。第一个是有人机跟无人机，所以有人机、无人机这个 BZK 洞洞三也好，洞洞五也好，还有跟这个有人机的，包含歼歼十一、歼十、苏三洞，还有轰六轰炸机，这边还有一个空警五百，在做空中做管制，变成。 我们可以知道，变成有人机跟无人机，还有轰炸机跟战斗机，当然还有辅战的机种，这是个这个多多兵种啊，因为兵种不同，军种还有包括了海航跟空军，这不是光只是空军的飞机，也包括海航啊，包括海航的飞机在这里面。关键是这个也算是已经跨军种了，而且海上还有一些军舰在台湾的周边海域做活动。 所以看到然后又是晚上跟白天，哦，就是换掉在时间上的组合训练，然后又有从不同的机场，不管从张州连城、新宁机场各个机场起飞的飞机，同时到达啊呃到达这个台湾的这个空这个空我们叫做空域上面啊，这个不管是训练空域也好，或者巡猎巡逻空域，或者警戒空域啊，这个地方都是在这个地方做活动，或者多机场过来。 呃，日夜间过来，有人机跟无人机搭配，啊，战斗机跟运输机还有这个辅战机种做搭配，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有这有这几个特色。那有这个几个字，我们看，我们看到中华民国国防部怎么讲？中华民国国防部讲的很清楚，在这个地方啊，它这是中华民国国防部的，这个这是原版的资料啊，这个中华民国它的国防部的军徽在这个地方，东八区的时区的时间啊，它也这边有做说明。 啊，这个活动的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People l i b e r a l Army，这讲很清楚，五十七架次，二十八架次进入空域西南空域哦、呃，延伸跟这个海峡中线的延伸线跟西南空域是二十八架次，共建有四艘。刚才讲了，台湾海峡周边的共建也在活动，哦、呃，是这个样。然后他有他做哪些呢？这边有讲了，用机战机、任务机，还有舰任务舰，还有暗制飞弹系统。 密切监视跟应处就是这样，啊，暗制飞弹系统的话，它就是雷达了。啊，飞弹只有待命，啊，因为不打第一弹，不发第一枪，啊，这个讲得很清楚，那就是拿雷达在那边做追踪监视，叫追监，啊，叫追监，那所以看得出来，这个在。 这个一月八号到一月九一月九号，这个这个时期，这是今天公告的，早上九点钟公告，它是从八号到九号，这边写的很清楚，八八号到九号啊，这边写的很清楚，时间，它时间序跟它的小时的序都都想得很清楚。那现在的话，我认为有四个指标，第一个，日本的外相跟他的方向到美国华府华盛顿 D.C. 去访问二加二会谈，跟美国的。 呃，国防部长还有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华府做二加二的来会谈，会谈的主题，美日的防卫的内容有包含到台海，中共在这一方面在政治上做表态。第二个，中共在台湾一直在这边周边的空域在这边做活动，那表示说，它这算是一种温水煮青蛙，一种。 麻，大家慢慢接受这个在台湾周边空域活动的基建，这个有有一点点就是会变成一种麻痹战术，大家习以为常也就接受了。这个这个非常的，这个是，这是这是非同小可啊！这个一定要非常的很谨慎来看，慢慢就接受这个事实，由量变数量的增加而产生的磁变，也就接受共建共机在台湾的空域常态性的出没。 那这样的话，将来如果有一天由演转战，由演转攻台，那这样的话会猝不及防，因为没有战略预警，跟战战略的纵深还有预警的时间都受到压迫，这样子是很麻烦的。那第三点，晚上跟白天表示说共中共的晚上跟白天还有从各个机场飞到这个台湾这个临近的空域。 表示说，它的后勤补给、保障的能量到达一定的水准来做展现。那台湾在这一方面应变跟以前一样，这似乎说是太消极了啊、呃，没有做抵近的驱离，只有做远端的监控，没有做抵近的驱离，这不对啊、呃。第二个，应该调动一个中队的战机进驻桃园国际机场升空来拦截，这个也没有做啊、呃，应该有动作了。不打不打是另外一回事情。 最起码在军事上的应处要有一些积极的行动来展现决心，但是台湾在这一方面是没有做，非常可惜。第三个应该做局部动员，啊，刚退伍的飞行员是不把他招回来，强化空防的战力，哎，有这个作为，有这个决心，也有这个举动，啊，三方面一配合，表示有这，但是这个。 中华民国的国防部、台湾的国防部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在这做一个很积极的行动，我认为是有商讨的必要啊。我认为双方面啊，中共的意图很清楚，刚才已经分析到五个了啊。那台湾的应变也有三个，但是都没有做，这相当的可惜啊。我们只是从个军事的观点，一个退休的、一个退休的中将，还有一个在大学教书的讲座教授、啊，就事实的观察做分析。 至于其他人有什么看法，那其他人个人各自解读啊。反正，在军事上，每一个人他都有每一个人的看法，但是这是我的看法，来供大家参参考。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一直对台湾在这边做一些动作啊，这个好像这个统一的这个呃这个统一的一这个历史任务啊。 要在一一段的一定的骑乘之内，有这方面的张度，有这方面的形成，有这方面的压力。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值得来研究研究。今天就是我个人提出浅见来供大家做参考。无论现在俄乌战争如火如荼的在打，中国大陆的国力啊，也这个扶摇直上，直急起直追，呃，是个最佳的机会。对台湾用兵，我认为在时间上并没有那么急迫。哦，两岸呢、啊？ 目前的智慧呀、啊、都不够，如何谈价统一啊？目前条件都不足。如果要贸然动武，在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曾经讲过，要八千亿人民币，二十七十二个小时，就是三天呐、啊，一天二十三天七十二小时就可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现在时空环境不一，毕竟不一样了。美国跟国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有日本在这一方面。 对台湾的问题的关切度都是上升的，都是提升的。双方的武器的这种储备量、杀伤力、精准度，还有暴政的威力，都不是以前都非比寻常。按照我目前的初估，中共要对台动武，最少要花费七兆人民币啊！不，以前是八千亿人民币，现在是要七兆人民币，相当于一兆美元。你要这样来看，所以要认为这个。 劳师动众，杀丁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认为有必要考量。我认为中国大陆目前可以朝四个目标，先先努力奋进哦，这样子的话、哎，诶就可以等到时机成熟，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两岸的条件自然形成，可能又是另外一番局面。我认为要从乐观的角度来思考。 我认为要从三个。第一个，中国可以利用这些时候啊，来到月球，到月亮啊，建设这个基地。月球啊，只有太空人登登陆，那是一九六九年，民国五十八年登陆的阿姆斯壮。七月份，我没有记错，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国小读书。到现在为止已经五十四年了，但是现在就经过阿波罗十七号完毕之后，就没有人再上过这些月球表面了。我认为。 现在是到月球建立基地的时候了。我认为中国建立到月球建立基地是一个索回在俄罗斯在满清帝国时的时候失去的领土部分领土，要回来一部分。我是认为是第二个战略目标。第三个战略目标，我认为中国大陆在粮食的增产上面要加紧。哦，粮食现在是控制在西方的国家，包含美国、包含加拿大、包含澳大利亚。当然有部分是从可以从巴西。 还有阿根廷，还有局部的从中亚五国——土库曼、吉尔吉斯、哈萨克、塔吉克、乌兹别克这五个国家的其中的哈萨克斯坦，啊，进进口局部粮食，还、啊、当然还有从俄罗斯，还有现在目前战争的乌克兰进进口局部粮食，但是乌克兰现在粮食已经呃中中断了。那换句话说，中国大陆现在每一年还缺了一亿七千万公吨的粮食。 我认为中国大陆在第三方面要满足粮食，第四方面，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化可以很有信心的来进行。这四个方面呢、啊，我认为中国大陆来来做，哎，做好之后啊，就是世界首强，啊啊，在做这四个方面呢，都不是问题啊，都是很简单的。为什么简单？容我来跟大家报告，第一个是在建立月球基地，这是月亮，月球。 这是月球，月球表面大家看得很清楚啊、哦。这个是一个模拟图，这边是太阳能板，这样要有能源到月球建立基地，在地球上就可以看到月球多好。那是人类唯一在外星建立的一个人类基地，由中国大陆在这边建造，总共耗费一亿人民币就可以完成。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要花七亿人民币来攻打台湾？ 我认为还没有必要那么迫切、呃。而这个基地完毕之后，大家看到还有包括了这些太空人还在这个地方。我认为一半太空人，一半机器机器人就可以了。太空人不要多吧，三个人就可以了，不难。啊，建立这个，我们知道才一兆人民币而已，打台湾要七兆人民币，何何苦来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是示意图，因为现在月月球啊、呃，并没有。 人类的基地在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是他的生活舱，很清楚的。太空人在这个地方，其实并不大哦、啊，这要返回返回地球，地球在远端啊，要返回地球要发射要离开哦、啊，这运补嘛，很清楚的发射返回要返回地球，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如果镜头稍微往下拉一下，可以看得到地球在这个地方哦、啊。那这个地方，中国大陆利用这些好时机先抢占月球，不是很棒吗？ 中国大陆已经在两年前已经有有有,有天宫了，天宫的太空站都已经有太空的，所以它的时机是成熟的。以前不可能，现在已经成熟了。这就是天宫太空站嘛？很定，这是核心舱，天宫的核心舱。这是天宫的这个这个是哈、啊、梦天的这个实验舱，有两个实验舱，这是右实验舱，这是左实验舱。左实验舱叫问天，这个是梦天，这是问天，两个实验舱跟它组合起来。 这很清楚的哦，这个然后飞船这个可以跟它做对接，然后人员跟食物还有一些研究的资源就可以进入进入这个核心实验舱，很清楚这个地这已经运行这个轨道在地距离地表三百九十公里，它绕绕地一绕一圈的话大概是九十二分钟，这个样子嘛，它都已经成熟了，到到到月球去没有在。 一九六九年，阿姆斯壮登陆月球到月球的时间，从地球发射，从脱离地球轨道进入月球轨道，然后在月球轨道降落到月球表面，总共花了八天又三个小时。现在从地球到月亮只要两天的时间就够，因为科技进步了。那个时候是真空管的时代，还没有半导体，还没有芯片呢。那现在技术更进步，都芯片都轻轻化了，都很简单的轻量化了。 钛合金更成熟了，这很清楚嘛？哈、哦，都现在这个天宫太空站很清楚，组合起来，刚才是分解图，现在一组合起来就很清楚了。这个就是核心舱，啊、呃，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实验舱，啊、呃，天呃就是、天梦天，啊，是问天或跟梦天很清楚的实验舱。这个太阳太阳能板，还有它的光电板，很清楚。这边还有一个小太阳能板。这个地球在这个地方，这个这个距离地球三百九十公里，当然有远地跟近地了，哈、哦。 因为轨道没有正圆形，都是稍微有一点点椭圆。地球也不是圆形的，地球是有点椭圆形。哦，南极跟北极是比较扁，赤道是比较宽。哦，这个、这个、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地球也不是正圆形，那我可以看得出来。要发射，发射很简单嘛，从地球一发射就进先进入地球轨道，进入地球轨道，这个太空船进入地球轨道，从地球轨道脱离进入月亮的月球的太叫做、就是、月球轨道。 因为它是我们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啊，进入再从这个月球的月球轨道进入降落技术已经不高了，在五十多年前都可以登陆月球，现在更成熟，只要花一兆人民币就可以在月球建立基地，何乐而不为？我认为中国大陆可以利用一些时间来来做这件事情。哎，真正这个还是世界上第一大国。那第二，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地球，这是月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比例尺。 这黄金三角金字塔形非常清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月球的地心引力只有地球的地心的六分之一，地球上一公斤的六公斤的重量，掂一掂到月球上只有一公斤了。质量是不灭，但是重量要随地心引力而改变，啊，这个很清楚的。在月球，月球上有很多的资源，我们可以看看月球的表面。我认为将来如果要真的在月球建立基地，先在临近海，这个月球很清楚啊。 美国的太空船的登陆的地方啊，都有,有位置都标出来了。俄罗斯的无人的无人的太空船也有登陆过，也有标出来，很清楚啊。这边都有讲到这二十次的东西，二十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都标示的非常清楚。我认为要建立地球基地，就月球基地，临近海，临近海这是个好地方。临近海，因为它是个大非常大的一个陨石坑，它这个地方的话，因为比较接比较凹下去，凹下去的话。 它的实验的价值，还有它降落的安全系数是比较高一些，哦，但是可能出来要稍微有点爬坡，那个是那個那个困难是不大的，哦，这个是月球的正面，看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在近看的月球，月球大家很清楚，每一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吃吃月饼，沙达子大家都很清楚，月球的表面其实就是这样凹凹凸凸,凸，啊，是我们叫做陨石坑啊，流星撞到月球表，月球没有大气层。 空气非常非常稀薄，接近于真空、呃，它直接撞上去，大小的陨石坑非常的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呃，大陨石坑，啊、呃，中陨石坑，小陨石坑啊、呃、都有遍布，这月球表面就是这个样。到月球建立基地是有它的好处，我们看那个大陨石坑，呃、刚才有看到，我们再看看大的陨石坑，非常的大啊，大、呃。我们把近照放大，这旁边还有很多星罗棋布、点点的小陨石坑啊、呃，还有中的陨石坑。 这月球表面，我们把它放大。我曾经拿太空望远镜看月球表面，非常的清楚，感觉到这个造物者的伟大。好，那我们月球，我们一直看到表面的是正面，不要忘了月球有有背面。啊，这是月球的正面，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哈、啊，也包括临近海这个地方。月球的正面背背面是这个样子，完全背面也是坑坑巴巴，陨石坑星罗棋布，非密度非常的高，非常的绵密。 啊，这是月球的表，我们永远看不到，因为它一直背到我们。啊，它永远向到我们的是这一面，月球的正面。啊，那中国大陆曾经也到月球的背面啊去去做探勘，这个很清楚。那我们把这个整个给它放大，啊，这看的月球就是这样。啊，这个越亮的地方表示它陨石坑打上去，陨石坑的位置、啊、比较亮，相对亮，因为它这个角度的关系，啊，白白的。那高的地方有点就是凸起来，丘陵跟山脉。而月球也有少量的水。 但是月球为什么要到那边建立建立基地呢？它地吸引力也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啊。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有很重要的矿产，你总要有个理由吧？不要忘了，月球上产到的，历史上是有水的，尤其在月球的北极、南极这个地方，水还特别多嘞。这这是有科学报告的啊，有水汽，有水在那个地方啊。你要有黄金，月球上有黄金，这是贵金属，有白金，白金是铂，这也是贵金属诶。 有有有钛金属，我们知道做航太航材、太空飞机都要钛金属诶，还有还有其他的稀有金属，所以月球的这个矿产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是处女地，从来没有开发过。在那边花一亿人民币建立一个月球的太空基地，然后这地球上拿望远镜，普通望远镜、高倍数望远镜就可以看得到你的这个中国大陆在大在月球所建立的太空基地，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嘛。 这个突破只要一兆人民币，啊，我认为这个值得，啊，这个值，这个可以来做，来说而且不是说一年拿出来，你可以分年、两年、三年就做出，先抢占月球，变成一个战略高地，太空的战略高地，这个很好啊，从从无到有。第二个问题，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赶快进入第二个。第二个问题，因为乌克兰战争，上一次有提到，希望利用俄乌战争，俄罗斯自顾不暇。 乌克兰长期作战，变成这个地方分身乏术。俄罗斯在满清帝国的时代侵占了我们中华民族那么多的领土，满清的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稍微把它要回来一些？因为这是千载难逢啊！俄乌战争如果打完的状况之下，还想要再要回这些失土，困难度比现在相对要高。中国大陆十四亿人口，俄罗斯目前人口一亿四千两百万。 一，我们中国大陆是它的十倍，但是问题是俄罗斯的领土是将近中国大陆的两倍。你这样子一来一往一换算，每一个俄罗斯所持有的领土是中国大陆每一个人的二十倍。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把它利用这些时候索回来一部分？先屯垦，先开发，再移民。移民完毕之后，再后面再做局部的索回，这可以经过谈判来做解决。你看看，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在中国大，这是新疆地区，你看那么大片的土地啊、哦，总共来看，广义来看是总共全部加起来哈，包括内蒙古加起来五百八十八万平方公里，广狭义来看的话是三百七十万平方公里，但是我们不要要回那么多，要个三十万五十万，那台湾只有三万六千，你三十万五十万就十个台湾，我认为这个是唐呃，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就是外蒙古哦，这个地方唐牛无梁啊，唐牛乌梁不要忘了，产天然气，产石油。 这个地方还还有非常多的重要的矿产，包含煤矿、糖、钨两都有产，可要回来一部分嘛？那本来就是本来就是满清的嘛，满清、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继承满清下来的嘛。那这样子下来，是不是要回这一部分？重要的，我认为还是东东段部分，因为东段部分远啊，这个地方是乌苏里江，是乌苏里江以东，这是库页岛，那这是外兴安岭。 外星安岭，这很清楚嘛？大概这么有贝加尔湖，大概在这个我所指的位置，只是没有画出来。看每一个条约，一一一八六零年、一七七二年、一六八九年、一九八九年等等，这些每一个都有。我不要去逐逐逐逐项纪念，那么大的精度，向俄罗斯要一部分回来，我认为不为过。利用这些时机，透过谈判，如果有像满清。 末年的曾纪泽这种记者，就不是这曾纪泽的这个外交官去谈判要回来，那不是很好的，可以两全其美，对不对？或者是以少量的金钱去换回土地的主权。当初阿拉斯加，美国第四十九个州阿拉斯加是俄罗斯的，俄罗斯以七百二十万美元卖给美国。所以我认为，因为阿拉斯加太远，它是跨过白令海峡跟沃霍茨克海。 他想到阿拉斯加，想要一六申群岛，所以他的一百七以七百二十万美元卖给卖给美国。那现在你把远东地区，我讲过为什么要放在远东，因为越远，俄罗斯在这一方面，它可能它所需要的强度就可以不高，放弃的强度就会就允许度、允许值就会意愿会比较高。所以我认为可以要回来这一部分，乌苏里江以东或者黑龙江以北的。 外星安岭要这个样来，我认为可以这样来做，来做研究。哦，把这些战略目标啊，移转到这些领土的索回，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大陆国力崛崛起，俄罗斯应接不暇，正是非常好的机会。那我们把这个领土的目标，我们把它放低一点，就是讲到变成东北这个区块啊，这东北很很清楚啊，东北朝鲜半岛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下方哦，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讲到的雾苏里江以东，江已经包含库页岛，啊，也包含了外兴安岭，这非常的清楚。你要不要全部要回来？先要一部分回来，啊，尤其是这个地方啊，比较距离已经在日本海，在这个地方了，比较偏远的地方，可不可以来来来屯垦？先屯垦，设立经济特区，再移民，到最后面再索回。你要有三步走嘛。 我们不是按照三步走来走吗？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认为这是一个思考的一个重点啊，可以从朝来从这一方面来努力。我认为不难，来可以共商大计，共图这一方面的领土上的收回。而且这本来就属于中国固有的领土，只是因为中国大陆在满清末年内忧外患，被这些国家蚕食鲸吞。 侵吞最面积最大的就是当年的沙皇，这在沙皇时代、第二时代的时候，他一路向东扩展，一路追逐到黑龙江、乌苏里江到远东地区，啊，跨过入无人之境这样过来。那我们啊，越过乌拉山就一路向他们发展。那满清又是积弱不振，在这个状况下丧失那么大片的领土，非常大。 什么时候可以索回呢？这这种时机是没有办法，尤其在一战、二战，尤其二战之后，那中国大大陆内乱不断，又又又是内忧外患，无力索回。现在的国力起来了，又值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了快一年，俄罗斯已经这个强弩之末啊，在军事上、在外交上、在经济上都会有所求。 那在这个小节以三步走的方式跟俄罗斯来秘密的来谈判，索回部分所丧失的领土，这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我认为正逢其时，攻逢其胜，那为什么不去做？那如果不去做，不丧失的大好良机吗？这战略的目标为那些瞎瞎米语的绿豆，这些这些小米，嗯。 不足为道，对这大片的领土为什么不去做？是胜攻逢其胜啊，为什么不去？我认为很好的时机，这是我个人的浅见啊，个人的浅见。可条约可以来来缔结，对，可以把它要回来一部分，然后交换条件，这可以。你有曾纪着这种外交的良臣大师来做谈判。 啊，然后为俄罗斯解决一一部分的领土，他投桃报李，把一些侵占中国固有的领土归还一部分给中国大陆，那就不一样。这是个战略大棋盘的大胜，为什么不做？我认为要面对，要争取，要要发言，要出声，这样才是对的，好吧？那我们再看，紧接着看，他所侵占的这些领土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多。 林林总总，大家可以看的这个表，看看这个表非常的多。你每一个如果这个焦距放的清楚了，它是以平方公里来计算。每一个的时候，这一个是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就是六十万平方公里，看到没有？这边写的有六十万平方公里。这个是四十万平方公里，这是乌苏里江以东，这个就一百万平方公里。这个四十四万，这个是七万，这是两万，这是。 这是天津跟汉口的租界，后后来都要回来了啊、呃。这些也这是租界的地方，但是不要忘了，这边还有一百二十六万，很清楚的，呃，这是这,这个这个一百二十六万，这边还有十这个零点一四万，这是租界的地方，这边还有这个地方是十七点一万平方公里，这个是唐乌梁海，唐乌梁海十七万一千平方公里。 我刚才讲过，矿产非常的丰富，能源、天然气，包含煤矿、石油，还有它的稀有矿产，啊，汤加万海是非常丰盛。它是十一万一千平方公里，那也是固有领土啊。这些全部都我这边所讲到的，全部是固有领土。那在这边还有零点三五，这个是讲到的黑瞎子岛，还有这些，这个经过谈判有所获一部分。这边还有一百二十六万，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三万五千平方公里。 这是中苏边界争议的地区，也被它占去这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点点点，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要去提到的，我把它指到这边。这是趁八国联军，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后来订了辛丑合约，赔款四万万两白银，四万万两非常惨重，割地赔款。那在这个地方我指到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讲的是江东六十四屯。 这个地方不大，只有两千八百平方公里，两千八百平方公里大概十二分之一的台湾，但是江东六十四屯我们可以要回来呀、啊。江东六十四屯那时候按照条按按文条约，那是要给我们的，那属于我们的，我们的管辖，我们行使司法权呢、啊，我们行使管辖权呢、啊。但是俄罗斯杀了七千人，把整个江六江龙六十四屯拿掉，这两千八百平方公里我们可以要回来呀、啊。 江东六十四屯，大家有没有印象？那没有印象，我这边放了这个图，这个是黑龙江，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绿色的部分就是黑龙江，黑龙江是这样子，黑龙江啊。然后这个这个呢，那个时候我们签订的条约是按照这个图，黑色的线在这个地方，换句话，黑龙江以东这个地方有个江东六十四屯，两千八百平方公里，这这是江东六十四屯，江东六十四屯。 大家那时候，他的屯从十二个屯、二十四个屯、三十六个屯，后来一直增加，增加人口到最后最鼎盛时期有三万人，有很多是从山东黄县、山东的那移民过来这边来了。江苏人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个谷，它这个谷的话，在冬天的话可以避风寒，又又很平坦，一一年一户，种小麦、大种小麦、燕麦非常适合。哦、呃，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地方。这个地方那时候按照条约，结果。 是属于清朝来管辖，结果俄罗斯说这个在黑龙江以北以东，则把整个吃掉，杀了七千人，到了河里面拿拿枪来扫射。所以说，真正过来的那一天那一次过来的，总共泅渡通过黑龙江回到台这边八八十个人，这是江六四的惨案就是这样爆发。可以先要回来这一部分两千八百平方公里，我们可以看江六四图，我们可以再把它做放大。 让大家清楚有这方面的有这方面的这些概念，看江东六就是这样子，这是黑龙江，刚才已经讲过了。黑龙江这个是当当时的定的界限是这个样子出去的，啊，这个地方出去，然后这样我们有这个七划，在黑龙江之外有一个江东六十四屯，看各个屯的名字都还在上面，这个只有两千八百平方公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江东六十四屯的惨案，大家来去翻译一下，当场射杀六。 当场射杀七千人，包含小孩子、婴儿，那种惨案。张宗六所城惨案是在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那时候，那时候义和团讲梅花拳、棉梅,梅花拳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扶清灭洋，讲扶清灭洋这些搞这些搞这些名堂。结果没想到八国联军一下来，摧枯拉朽，定了辛丑条约。俄罗斯趁机就把这些张六所占据。 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些时候把这个江都六师城要回来？问题不要一直放在台海，我们利用俄乌战争绝佳良机、天纵佳机的时候要回来啊！这当初我们的祖先的生命、鲜血洒在这个地上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要？这是这是一个思考的轴向，供大家做参考。 另外一个，不要忘了，我们跟中国跟印度也有领土的纠纷。但是现在中国跟印度的纠领土纠纷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分东段，呃，东段还有中段，还有西段。西段在克什米尔，这是西段，那这个也可以算是西段。你如果这样算，在西段，这个总共啊，在这个地方啊，总共有三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将来是要从印度要回来，或者经过谈判索回一部分。 另外，我们还讲到了，在这个九万平方公里的东段，东段区域啊，有九万平方公里，啊，位置这个在藏南，这个是西藏，西藏南边藏南藏南地区在这个地方。那你这个地方的九万平方公里，加上在中段的两千平方公里，再加上三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在克什米尔的东边这一段，就比较叫西段，东段、中段、西段，你这样弄，通通加起来。 总共加起来有将近十三万平方公里，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就将近十三万平方公里。你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些时间，也跟印度来来索还这一部分？不是一次一次一次清场，呃，一步到位，你也可以三步走啊，就一步一步来啊。我们很喜欢讲三步走，软着陆，你可以软着陆来三步走，也要回来一部分，不要在台湾问题打转。 台湾问题打算，你外面问题解决了，台湾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啊，强调就另外一個角度来思考，哎，就很很顺水推舟，水到渠成，桥船到桥头自然直，要这个样子啊。台湾问题不要去急急。邓小平讲五十年、一百年，我们可能也两岸的智慧目前还不够，五十年、一百年，哎，就解决了，是有解决的一天。 但是问题现在在解决之前，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来做。好，那我们看中印边界的，我们看更清楚的图，我们把它放大来看，更清楚。是中段的边界的争议，我们看到这是东段，东段刚才讲九万平方公里非常大，这个黄色区块相当于两个半台湾，黄色区块这是东段啊，九万平方公里啊。那在这个地方呢，中段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刚才讲过有三千两千多，将近三千平方公里。 那在这个克什米尔的这个地方是这个巴基斯坦哈，这是克什米尔，这是印度。在这个克什克什米尔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有三万三千平方公里啊，这边是没有写了，但是这边是三万三千平方公里，这个就将近一个台湾大，一个台湾这个大啊，很清楚。这是跟印度的之间的领土的纠纷，有时候边境也会紧张，加拉万河谷有时候还还械斗，还打架。 还拿狼牙棒、拿锄头、岩锹，十字镐在那边互相吹，因为规定两两公里之内是不能带武器的，啊，你不能带武器，那我带岩锹吧，带岩锹十字镐和狼牙棒在那边在那在那挥着打，打死人，双方都有死人。这个在前年，在二零二一年很清楚的，双方都死人，棍棒齐飞，这个很清楚。那是不是可以有所为一部分？也三步走，先一步步来，啊，这个地方。那第四个问题，我认为中国大陆需要解决的是。 要喂饱十四亿人口，粮食问题來解决，我问粮食，啊、哦，粮食的问题。那粮食问题怎么样？我们来看得清楚。中国大陆粮食，这是到二零二零年哈，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粮食哦，中国大陆总的进口的粮食一亿五千万，一亿四千万的公吨，算一亿五千万公吨，一亿，这是这是这是千万公吨，一一万一万万就是亿了，啊、哦，一亿四千两百六十二万公吨。 它缺粮食，你看到没有？缺，缺那么多。而且我们看的曲线，这个曲线是慢慢往上爬。将来中国大陆越来越缺粮食。你看它进口的粮食越来越高。本来是这个，这个是大豆，大家知道大豆啊，做沙拉油啊，还有做饲料喂鸡喂鸭啊，甚至有时候喂猪，猪饲料也要吃大豆啊，不是光只是磨豆浆。 啊、哦，这个量，你看它大豆的这个需求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你看这个到现在为止，大豆越来越多。当然，二零二1一、二零二二是这个样，这是往上跑了。这个现在已经到到一亿五千万到一亿六千万公吨。中国大豆粮食不够，十四亿只要吃不饱就会有动乱。那粮食是控制在西方，控制在美国、澳洲、加拿大、俄罗斯。当然也有粮食出产，但是俄罗斯粮食原则上它是北大荒、西伯利亚，到目前它是冻冻土。 冻土的话，大家知道有时候不适合耕作，适合森林，但是不适合农作，啊，是可以看得出来哈、啊。那还另外包括了玉米、小麦啊、高粱，还包括这个大麦啊，这个大麦的进口，你看都都是都是增加的。你看以前的刚开始的都几乎趴到地上，那现在都已经拉出来了。那接那这到这边现在拉的更多了，粮食不够，我认为中国大陆的粮食要增产，粮食增产三个条件，第一个。 在新疆，因为新疆非常大嘛，一百多一百一百多万，一百0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嘛，也包括了内蒙古。那内蒙古它沙漠化，要去改良。另外一个就是索回，索回从俄罗斯所侵占的固有的领土，索回一部分。那个地方外兴安岭，我刚才讲江六江东六十四屯，那就适合种植了啊。虽然也是北大荒，我们听到那个海南泡，就是要冬天的时候到零下五十度。 冷的时候，海南包围到零下五十度的非常冷的地方，但是它夏天的时候一样可以耕作一货啊，可以种可以种植小麦跟黑麦。那我们现在看，在这个近年中国大陆进口的粮食很清楚，哦，这是二零二一，现在二零二一月嘛，你现在二零二二零二二的资料还没有出来嘛，刚刚结束嘛，才刚刚结束十天嘛，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粮食的这个这些进口就可以非常清楚了嘛，这粮食万吨，你看一千。 这个一亿三千多万吨，你看到没有？可以看得出来，它总量一到十二月的进口的总量数量一亿六千万吨，很清楚的，一亿六千万吨。二零二一年一月到十二月，换句话说，每一年都要进一亿六千四百五十三万吨，而这个酒就进去一亿六千四百五十四万吨，那么多，不然吃不饱啊！中国的大陆的自产粮食，每一年只产出六亿八千多万公吨。 那它的消耗量要八亿五千万公吨，你八亿五千万公吨减掉六亿九千万公吨八千万公吨，就差了一亿六千万公吨。那一亿六千万公在这边，答案出来了，很清楚，缺了粮食在这个地方。所以中国大陆要不然就是开开这些把这些领土要回来，要不然开发新疆跟内蒙哦，因为它是沙漠化，你怎么样去做？另外一个是不是做温室栽培，学以色列？ 以色列的第一罐法，以色列的温室栽培，它的水根的栽培是非常的、非常的进步。大陆一块钱，相同的地生产一块钱，以色列相同一块地生产的一块地相当于两百块钱产值。啊，以色列的同样一块地的产值是是,是中国大陆两百倍。那我们看以色列怎么做？以色列沙漠地区啊，以色列的海水淡化比平常我们饮用的自来水还便宜，这这是以色列啊。 对不对？这些等等，我认为中国大陆粮食要把粮食的问题做解决，啊，十亿人口肚子吃饱了，那问题就解决了。十亿人口吃不饱会有动乱。我们今天看中国大陆的这些其他乳制的产品，可以看得出来，啊，它这是这是千公吨啊，可是每一个是千公吨，千公吨的话，这个是一万五千的千吨，那就是这就是一千五百万，一千五百万公吨。 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一千五百万公吨，可以看得出来，哦，它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自给率，我我看得出来，它的国内的消费啊，还有它输入量，它的输入量你看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紫色的是它的输入量，越来这个紫色越来越多，它的需求量一直在增加，但是生产量并没有提高，一直拉平的，这个全部是进口，进口越来本来进口很短。 进口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到这边了。现在自给率呢，只有四，讲出来了，只有四四千万，四十四千万这个四千万公吨。那总共加他们家家进口的要那么的多，进口的几乎要快要占到一半。总需求量那么多，它整个进口是从这个地方，从大概四千八百一直拉到八千三百，可各位看得出来，这个非常的清楚。 啊，它已经到达停滞的状态，生产量到达停滞的状态，拉平了，而且也有向向下的走的这个趋势，但是需求量一直往上走，尤其近年一直往上爬，现在是二零一九、二零二一、二零二二，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方了，已经将突破到这个百分之百的地方，已经拉过来了。换句话说，进口的量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是要靠进口做乳制品，这也是粮食的一部分，虽然不是黄豆、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玉米。 不是这些粮食，但是这也是乳制品，也是需求，也日本需求也在增加进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陆上的粮食上呢是是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今天可以讲的这个四个问题啊，怎么样来做解决？嗯，供给老台目前对台湾的问题，张度就去，反正保持到海峡两岸的这个斗而不破，目前的这种这种互动啊，经济上往来的热络。 军事上的对峙，然后人民的交流的增温等等，各方面都会继续增加。但是问题是我认为两岸还是走向和平，啊，因为打一场统一的战争要耗费七兆人民币，在这个花费这个所费不赀、伤亡互有、这个互相互有伤亡，而且互帮相争、渔翁得利、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状况之下。 会造成顾此失彼，两败俱伤，别人坐收渔翁之利，在这个状况下是战略极大的错误。所以在这个状况，先发展四个：，这抢占月球战略高地，建立月球基地；，第二个要收回部分的师徒第三个，我认为在粮食上来动脑筋，来增产，来增产来量产，让十一十亿人不可以在粮食上自给自足。 不要受控于人，受制于人，在这个状况下最是是当务之急。第四点我要去提的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啊！中国大陆是共产制度，呃、啊，共产制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马恩列斯毛毛毛泽东啊这些思想，并不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啊，所以中国共产党也在转型。 但经过这七十年，在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由毛泽东宣布成立，在十月一号啊，到现在为止已经七十四年了。那在七十四年当中，我们中国大陆是转型的时机了，可以民主化。习大大在第三任任期，叫我认为在第四任期可以实施全民的普选。 啊！十四亿由十亿人民来投票，证明中国大陆就是人民民主的，就是人民。经由十四亿人口投票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这是中国大陆呃引以为傲的地方。我认为可以从这方面来走。日印度人口十四亿，一样实施全民补选，一样做的，他的，一样选出他的国家领导人是这个样。俄罗斯总统普廷，俄罗斯的领土那么的大，一千七百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它一样是全民普选，可以做。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能力，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历史上的这种文化精髓，以民为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大陆可以实施民主制度，啊，经由全民来投票，或者共产党，我认为。 要有这个自信，要有这个信心。全民一投票出来，选了习大大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那中国就是民主化了，可以大胆。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这是中国大陆第四个挑战，何乐不为？可以做，可以向全世界宣示，谁还有比中国大陆那么大广大的人民群众选出来的这国家领导人呢？而不是由间接选举，可以就直接投票，由。 孙中山先生讲到的全民政治，孙中山先生所讲到的在《民权初步》所所强调的全民政治跟直接民权，他们讲到的是直接民权，在《民权主义六讲》当中也讲到的是直接民权啊，并没有强调的是间接民权。他有带到间接的民权，但是却不是他所想到，的，因为中国因为在《民权初步》里面所强调的就是强调直接民权。 也就是全民政治，啊，这个非常清楚。这个三民主义，大家有时候可以去翻一翻啊。这是，呃，孙先生虽然在一九二，是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逝世的，但是他在民国成立之后就开始着手写三民主义啊，民生民主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总共讲了十六讲，啊，就过世了。啊。他们并没有写。 并没有讲，没并没有写完十八讲，啊，但是孙中山先生在,在政治这个蓝图上面，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是可以转型，是可以蜕变，是可以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这个直接由全民来选举的政党，可以做得到。我认为第四个就是政治现代化，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俄罗斯的领土那么大，印度的人口十四亿那么的多，都可以做到。全世界哪个国家？ 的人口还有比印度多的吗？中国大陆它已经被印度超越了嘛？印度它人口还在还在正成长当中，中国大陆在人口上面已经已经在停滞的状态了啊，甚至还会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也会逐年慢慢慢慢的减少啊，就跟韩国跟日本一样，还人口都慢慢减少当中，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啊，每一家平均的这个生生这个生产率啊，不到两个人，两個,个人结婚生出来就一点多。 台湾更少，台湾两个人结婚生出来的不到一个，在零点九几，啊，不到一啊，这人口，换句话说，出生率是低于死亡率，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人口就会慢慢递减，啊，人口也是国家的红利之一啊，在这一方面，这边可以提提出来啊。最后一点，我要拎一点，其实就是讲到，这、就是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收集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中国大陆无人机，将来无人机已经是广泛的运用。 啊，这个无人机非常的清楚，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机翼，这个是这黑色的地方是它的影子，啊、呃，这是它的阴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精度跟纬度哦、呃、所拍摄的时间，这应该是属属于上午天气比较好的阶段，啊、呃，这是一架两架，一架两架，三架四架五架，哦，后面还有，哦、呃，这是它的，我们讲了它的这个机库堡，这边还有个直升机的，因为它这个它这个比较模糊，不知道是米米几啊。 米八、米九还是直直直直十八、十九，这个要看它放大之后才才看得出来，因为它只看到螺螺旋桨五个桨叶，就看不出来那个其他的这个机体的外形。看一下，这个就是给给它中国大陆将来在在作战方面、在侦查啊，无人机会广泛的运用，这个很清楚。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第六代战机出来了，美国第六代战机的原型机的样子，我们这些样式。 啊，已经出来，这是第六代的战机，看得出来。啊，它的形状，我们这边稍微介绍一下，非常流线，非常的流线啊，看起来啊，已经没有空速管了，空速就前面那个尖尖的，已经没有空速管了，很清楚。啊，机翼是这样一体成型的，变成三角翼了，后面这些垂直尾翼也是有角度的，可以看得出来。啊，后面是 F 十六，可以看得出来，后面这个这个不是 F，这个是这不是 F 十六。 啊，这不是 F 十六啊，后面这这个这个战机，这是稍微再近的看一下，是是另外另外一型的战机啊。那我们再近看它这个第六代第第六代战机的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它的座舱罩已经打开了。换句话说，为什么它成型呢？那人已经站在这个地方了，站在座舱座舱罩的外面啊，看它这几乎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它的一体成型的样子样式已经出来了啊，一体样式。 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座舱罩打开的样子，啊，可以看得出来，啊，座上这个座舱罩打开的样子，它的外形，啊，换话说，整个这个战斗机，也就是航空的事业啊，也是日新月异啊，非非常的快，啊，我们可以看出来，第六代战机的这个造型啊，都已经开始有这些雏形了，啊，科科技上日新日新月异啊，可以看。 哦，这个是军事上的刊物，有既然有这个图，那我们看了，我们我们可以看了这看了这些这个图，哦，它的一些在逆中超音速巡航啊、哦，非常的清楚，超音速巡航，它的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外形是没有任何挂载，因为这些飞弹空对空的飞弹，它如果是放在挂在外面，挂在翼尖或挂在拍拢，哦，都会造成雷达波的反射回去。 那它挂在它的机腹下面，它的弹仓，它这个既然挂弹仓，一定抛头发射，啊，投出来之后，飞弹点火再发奔向目标，啊，如果是挂在机翼或者是挂在翼尖上面的拍龙，就是飞弹发射架或者拍龙架，它有时候是点火发射出去，啊，不是抛头再点火，是点火发射，而不是抛头发射，啊，可以很清楚，它这个一定是抛头发射，啊，它在炸弹仓里面要发射目标时候。 这个这个武器武器舱门先打开，啊，然后锁定目标，然后经过发射之后，它弹就会抛出来，抛出来就立刻点火，啊，朝目标过去，哦，当然之前的它的资料链接都已经做完，哦，由飞机上面的我们叫做火力控制系统、火控系统，将所有的资料从空空对空雷达的这些资料、相位资料雷达所收集的这些资料，经过换算之后，通通溃入在它。 这个飞机武器选择舱里面的所选用的飞弹啊，从馈进去给他，馈进给他之后，他接收，接收完毕之后，经过抛头、点火、发射，对着目标实施攻击，哦，这个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空战呢、啊，到现在为止，有人机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被无人机所取代啊。第六代战机将来也是有人机跟无人机来搭配，哦，是这个样子。 并不是说将来就是有人机的这种战机四维了啊，我们只能说无人机的市场会慢慢扩大，但是有人机的战机的这种操纵、它的打击、它的反应，还有它空战所能发挥的性能会更快，因为经过电脑还有人的智慧的这种操控啊，会造成它的这种打击的力道更强，摧毁的力量，因为它所挂的武器，它如果所挂载的武器的性能爆炸。 的威力、精准度，还有远距攻击的这种距离都会增长，哦，都会造成更大的打击。所以将来我们可以看出，可以知道战争将来是更大的摧毁性，哦，更大的杀伤力，啊，所以这个科技一日千里。所以战争呢，不能轻启战端，因为轻启战端的状况之下，很多的很多都是报喜不报忧。从这一次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我们看得出来。 俄罗斯本来就讲对乌克兰这些这些军队啊，可以摧枯拉朽，三到四天就可以完全攻克占领。结果没想到打到了快一年了，啊，劳师远征，然后损兵折将，丢盔弃甲，啊，这个死伤惨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完全占领乌克兰，连这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的顿顿巴斯地区，包含。 卢甘斯克跟顿内茨克也也包含扎波罗热、赫尔松，也包括在南端的克里米亚半岛等等。到现在为止，还都有些战火，战火连天。啊，俄俄罗斯遭受到乌克兰接收西方的海马斯火箭，还有来自于德国、还有法国所提提供的这个甲车、装甲运兵车等等、装甲战斗车等等投入战场，也造成俄罗斯很大的战损。 俄罗斯当初的将领的当初的所做的战况的预估完全乐观，啊，整个战略指导错误，后勤补给不济，啊，情报失判研判失灵，战略分析错误等等，所以造成这个状况。不，原来俄罗斯本来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强国，啊，现在就连一个乌克兰，只有每一年只有五十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俄罗斯。 在二零二零年的国防预算也只有也有六百五十亿，是乌克兰五十亿的十三倍，十三倍的军这个国防预算，然后对乌克兰打了一将近一年，到现在为止还是僵持不下。所以当初俄罗斯的这些将领，他的战略的评估、情报的分析、用兵的指导，还有他的战略构想，都是有问题的。 到后来的后期补齐保障，跟它的运输的系统都产生了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个人都会过度的自信，过度的乐观，是驴是马牵出来一笔，原来跟原来想象的不一样，原来是原来的状况是那么的复杂，并没有想象那么乐观。当初日本侵华的时候，讲出“三月王华”，在一九。 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三个月就可以把整个中华民国亡掉，就一下打抗战打了八年，到最后无条件投降，就是这样。当初德国希特勒在二次大战要开辟德苏，就是德国跟苏苏联开战的时候，就是开辟东战场，也讲过三个月就把整个苏联瓦解，结果打了四年半。 结果，二次大战投降啊，打到最后面，俄罗斯的军队挥金进入德国，啊，攻占柏林，很清楚啊，朱可夫元帅啊，整个把德国的东部通通拿下来。啊，没想到要说三个月就把整个苏联做占领，亡掉了这个苏联，没想到打了四年半还拿不下来，到最后亡国。 很多军事专家都是过度的乐乐观，讲明了就是吹牛，反正吹牛也不要钱，啊，可以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都是吹牛的。要具体，要实战，要要一要一步一脚印来做，要以最低的姿态，哀兵必胜，骄兵必败。 我这个不够，那个准备不足，后勤保障需要加强，军事训练强度不够，等等，要这个样才能才有办法，而不是过度的乐观，报喜不报忧，造成上面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啊，一、呃、心以为可以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这个这个不战而胜，或者远战速胜、首战决胜、轻松拿下，没想到。 失老兵疲强弩之末，到最后面，这个一败涂地啊！这个这个历史，从二次大战的德国、二次大战的日本三月王华，到这一次的乌克兰战争等等，都是历史阴见不远。大家都可以作为参考。历历史在军事上绝对不要过度的乐观，绝对的乐观就是败象的开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跟大家今天报告到此，呃，祝大家工作愉快，事事顺心，谢谢。这是抱着中天 Keep Going 健身包的单身广正常发挥 style，提着中天 Keep Going 健身包小露香肩，这是张若瑜鱼宝 style，斜肩背中天 Keep Going 健身包，这是刘英秀秀秀 style。 帽 T 加中天 Keep Going 健身包，这是灵异错别字。赖振凯了中天文创品牌 Keep Going 系列运动副携带健身包，帅气黑、太空银共两款，即刻入手，请上快点购。有您的支持，中天 Keep Going。